才发现爱不代表一切，不必讲，我来就帮我了，我就想不通。这世界天天有归来，随时会爆裂，总是学不会再聪明一点。记得自我保护，必要时候抢先。你所在乎的一切都是他们攻击的软肋，是我专门挑的情节。试婚纱，找司仪，是一大堆哦。就能够解决，不是他这一下一下被打死，他这一下一下被打死。我等你，他一直在叫。找一个爱你的人，好好过日子，结婚生孩子，只要你能幸福快乐就比安全。你是不是对那几个条件你觉得不舒服，对不对？你不舒服你可以跟我讲嘛，我们改一改嘛，那实在不行就不做嘛。我跟你讲清楚，我们两个之间不是爱情，不想这辈子就跟你当兄妹。阿健，